所以 HCN 叫嘅防疫专题，后来看到系对深夜的中国发生 HCN 叫疫情了后，国内染疫同 HCN 叫列作为第五类嘅传染病，并成立跨部会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咪染疫发布疫情嘅资讯，同时同机场、公交入边嘅蔬菜加强监测旅客嘅体温。另外，今年两岸航线嘅航空业者未少防疫嘅准则，加强防病旅客嘅防疫。如果旅客从机场出现中消，会让那条泪流感的镜头，严实是为来做隔离治疗。对境外到境内，是落加强个防疫关卡，也希望是主动疫情进来进切。虽然讲 HCN 叫个上福气东墙，可能变做防疫流通，不过好者还是讲，你下片土停妥停传染个阶段，主角认同发现个接触，系你下个防疫创新，咪争取国家多个时间。来研究出相关的疫苗。不好意思哦，帮你测一下体温哈。好，369，体温正常，谢谢你的配合，谢谢。在航空公司中，天才经过体温检测，结果发现超过38度，跳起困难也要抢流感的针头。检疫人员停电为同胞卫生单位，让旅客强制送医隔离治疗。事实上，对2003年 SARS 疫情起时，七天后就在机场已经的蔬菜、沙拉做消毒检测，当然检测出半个沙有做消毒针头的旅客，他又是中已经厉害的前分之一。所以减少境外传染欺骗整团的时间，严格的检疫大概就是能够来延缓这个病毒进到国内的时间，让我们国内的疫苗的这个产业界有多一两个月的一个时间来准备这个相当的这个疫苗。未来防疫情才会开来，两岸来来去去按对防标，每系防疫工作的重点。关于今日两岸航线的航空公司，都针对防标进行全机扫图，传点动作无容易，一起的检疫，还伫送别人机前评估旅客航线的情形，希望有流感征兆的旅客莫送别人机。结合机场已经建议建立的国际防疫体套防线。监测系统，我们现在有各种不同的检验监测系统，交织起来的一个监测网。那我们也有一个好的一个在边境检疫的这个把关的一个工作，那能够舒缓国内的一个防疫的一个压力。因在 HCNQ 上福气有生意暗创，边境检疫没办法完全主动一切，医生署没强制基层诊所只要发现传染病同步归天，随时汇报，将由采集到 HCNQ 的作效病例。在国内头一天境外移民病例出现过后，农委会的批核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5月17日禁止限制贩卖假阿伯，希望防止认同假阿伯接触。等等，中国关系主要假阿伯市场，也还疫情基金卡夫呢。看得出 HCN 九病毒多其网友认识人的能力，不过病毒变化东南地，流行病学专家方面向提醒，还讲一期出现人传人的病例，应该停电停止民众出入一期。但我们知道，它已经发生了人传人，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而且这个疾病是如此的严重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应该快速的停止。人类输送，除非我们疫苗已经好了，提升我们跟病原的距离的话，是可以让我们买一点时间，多做一些准备。对日本旅客把关、三勤管制政策，结合全台湾137间 HCN9 应变隔离医院建立的多重防疫网，也和中国疫情较强灭。国内唯一境外移民的病例，每几好完全推演的，不过卫生单位评估，到了秋天后调夏天，会是另外一波防疫挑战。民众应该做好检疫卫生管理，上网搜索，还讲唔好接触群聊，来讲台采不到的可能。下个新闻，旁听路陈凤仪特别报道。